欢迎收睇《坚亮点》，我系生亮。下个月就到圣诞啦，全港各处都正在布置圣诞嘅装饰。今年警务处获邀参与由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举办嘅圣诞灯饰活动，并以提子冰冰照尖东为主题，制作咗一系列嘅提子圣诞装饰，同市民欢度节日。市民可以攞住免費派發的這個提子集章卡，跟隨著這條的提子聖誕之路，去到這些小屋裡面吸引仔收集每一間小屋專屬的聖誕印章圖案，製作屬於自己的提子聖誕卡。首先我們可以在這個裝置那裡轉一張卡出來，大家拿到張卡之後就可以去不同的聖誕屋仔那裡吸引仔，那就成功吸到印仔了。这个圣诞版的提子动画由即日起正式登录在尖沙咀中心和帝国中心外墙，市民可以在这里欣赏历来最大的提子圣诞故事。而摩地道上的三条行人天桥也都会换上新装，首次以各种可爱的圣诞提子造型进行灯饰布置，加上应节的吊旗装饰，勾起市民去到尖东赏灯饰的童年回忆，成为一个抢眼的打卡热点。